2021年即将结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红，今天要来记录我的神魔成绩。首先，等级只有练到725等，有一点点混。到目前为止，登录了2779天，抽了8385次的实抽，练了723张的 OMAX 卡片。今年练的复制人卡片有绿谷五张、爆豪五张、奥尔麦特五张、炭治郎五张、岩柱五张、水柱五张、一堆洛克人一趴大奖、杰洛五张、庞贝五张、蚩尤五张。2021年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，以上就是我今年的神魔记录。那么你们呢？